我发现一件事情了，这个有一个洞，防空洞。我要看一下，这都没有，我之前没发现到。要过去看吗？好啊。我怕有毒手。路口处看一下去啊。 等我一下，我切 GoPro 好了。发现有一个防空洞，小心点会滑。 过去看一下好了，它就有祭拜过蜡烛哎。 上面是什么？那个都是壁虎的卵，壁虎的那个蛋。哦，我们要下去吗？那边要下去吗？先往前走看看。察觉不对劲的时候就后退哦。所以先注意脚边。 各位，今天这个地方是之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拍过一个类似像那种就是废弃营区嘛？那后来就是有人跟我们说旁边有一个像防空洞的，刚才被蚊子找到，因为本来今天下雨天，我们就是抱持着找找看啊，先勘察，对啊，结果进来之后好像有祭拜过的痕迹。 那边有，这边有。破碎的衣服。哎，丽恩，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去移动山的时候？对。那边不是有一个山洞，里面也曾经死很多人？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拍那个咒的电影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场景也是在这种防空洞里面察觉到诡异的事情。 各位看一下，这边都有一些被丢在这里的衣物，这不像是军人的衣服啊。嗯，有岔路了。然后做记号嘛，因为我看前面有很多岔路了，对吧？不过它是以下路为，哦，以下可以。 这里是不是在放那个机枪的地方？就是啊。 机枪口，哎，先喷一下防疫。我发现里面好像很多蚊虫。来，让我拿着。要看你先帮我拿着。我还在拍。好。那你要看荧幕一下。方志来帮我拿着。你先喷啊。他在轮流喷。
有没有听到？有。谁？好像有东西动了。来，摄影机给我。我玩那盆景。我知道。当初那时候，因为这里算是早期还算是军用啊，所以这里有没有人往生过？我是觉得这应该不用探讨，因为大多数像这样子的，以前一定都会有一些伤亡嘛。但是就我们刚才进来，下面那个地方很窄，可能待会只有一个人可以下去。底下那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是不是很像有人在底下拜？嗯，好像有一束香的那个外带红色在那边。嗯，那你还有活都出力吗？嗯，会有观众改变。但关节顶管容易把风。好，走。右边这里，这是一个小空间。哇，它上面 都密密麻麻的一些那种虫卵，就是壁虎啊。对，而且它里面的那种壁虎啊，很大一只啊。我感觉好像应该算不同品种的壁虎，跟一般我们家里看到那种不太一样。喂，抓起来，不是爱卖，无爱卖又卖，还可惜。闻了，错一个有声音吗？不错，它这边夹杂的风啊，然后吹着那个洞的声音，都会有一种很毛。哇！做的场景啊，看还有没有？可以分。我靠！这一条看起来，我觉得我们三个轮流下去好了。哇，等一下，这有一条，然后刚才那边有一条，啊，这前面呢？前面并没有。我这很危险的，我都一直听到后面好像有声音呢。靠，是这样？往前走。下去看看吧，完成了，就一条路啊。我觉得呢，等一下，左边这里下去看看，我听到水声了。这块过了。上有一些烧过东西的痕迹啊，整个都是一些黑色的污渍。等我一下，你们两个过来一下，我侦测一下，帮我拿着一下，我侦测一下。
像报纸一样。我这是报纸，还是杂志啊？